刚刚发掘的西汉楚王墓中，不但发现了天书鬼文的标记，还发现了你父母的线索。然后呢？我们找到了你父母的线索。然后呢？我那不叫骗，我这叫什么附近。屁股翘太高了，快走吧你！王爷从来不松开，松开！我就不信了！我说你有完没完？哪怕他们只有1%的几率还活着，我都会不顾一切的去找他们。明明就是你跟小叔找爹，他倒跟着急着见公婆似的。就是。魔君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。